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湖北宜昌，这里属于长江边上面。经常我们在家里有什么东西破碎了或者断了，那么就用绳子绑一下。如果想更结实的话，就用铁丝。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，有这样一座山，用铁链把它捆绑住，这种大家听说过没有？这算是一个奇迹吧。那么今天就来探索一下，这个用铁链怎么样把这个巨大的山体绑住的。 而且铁链还能起到作用？相信很多人没有听说过。这里是叫做链子崖，地处长江西陵峡南岸，因为链子锁崖而得名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早年它是叫锁柱山、锁山，在这个山顶上面有一个叫阳平的小村落，自古以来呢住着几十户人家，上面的人进出是非常惊险的，就跟我们在渔木寨一个晾梯子一样的。那么就是说。 在岩壁上面开凿了一个小的叫石窝，就是只能踩住一只脚才能下去。那出脚的时候千万不能出错，一旦出错了，直接就从悬崖上掉下来。因此，在翻越这座山之前，人们普遍呢要在岩下面烧香拜佛，并且在上山之前还要放开嗓子叫一声，以免和上面的人碰到了，因为只能一人上下。 尽管这样，经常有人从那个崖壁上跌入长江。后来，清朝有一个商人呢，就捐钱建造了铁链，安置在百米的绝壁上面，把脚印砸成了可以行走的道路。从此呢，这一座山便叫做链子崖。我现在就站在长江边上面，画面中可以看到七艘货轮同时朝一个方向行驶。长江上的货轮很多。 那这里有点感觉像在赛跑一样的，全都是在急速前进。看到这么多货轮在长江上面行驶，就知道长江的航道是非常重要的。在这个画面中，让我联想到平时看的一些战争电影，里面呢很多军舰准备出发了，或者军舰在大海中行驶，是不是就是个这个样子的？这些货轮，你如果在想象中成军舰的样子，就很相像了。 一般的话，一个舰队出发的话，那么大大小小的船只、舰艇是非常多的。故而从这里也可以看到，长江上面的货轮是一艘接着一艘，基本是没有停留的。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，长江以前还断航过，有几十天的，有几年的，有几十年的。现在就去燕子崖里面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现在看到了，就是今天的所讲述的内容，燕子崖。 危岩体，链子崖危岩是位于长江边上面。按照史料记载，在公元一百年、三百七十七年、一零三零年、一五四二年以及一九八五年，在这个地方发生过大规模的岩石崩滑坡灾害十五次，其中一零三零年和一五四二年大规模的那个岩石滑坡啊，堵塞长江航道二十一年和八十二年。 我们现在看到的链子崖，因为地形高陡，行人呢需要扶持铁链上下而得名。因为就是说嘛，非常窄，而且呢高度也非常高。它这个北宽南窄，南高北低，俯视长江，特别是这个岩面呢、啊、是倾斜的，分布呢高度达一百八十五米到四百九十五米之间。 整个燕子崖长约七百米，宽三十米至一百八十米，面积大概约零点五四平方千米。关键是这个燕子崖山体上面有大大小小的裂缝五十八条，主要裂缝有十二条，基本上很多那个裂缝啊，一直从顶部延伸到最底下面。其中二号裂缝是最宽，达到五点二米，长约一百米。 深约一百一十米，所以说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有这么大的裂缝，那个山体是不是随时都有可能倒塌？一旦呢，我们说的倒塌、滑坡，严重妨碍长江航道的运行，甚至有可能使长江航道断流，并且呢，危及附近城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威胁三峡工程的安全，因为。 这里呢属于三峡库区，离三峡大坝也就是几十公里的距离。特别是在链子崖对面发生过一件事情。其实以前有一个千年古镇叫做新滩古镇，但是呢，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凌晨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发生大规模滑坡。大家想一想哈，我来简单说一下，它那个滑坡南北长约一千九百米，体积大概约三千万立方米。 所以这个是特大型滑坡，当时呢将千年古镇新滩古镇摧毁，推到长江，毁坏四百五十七户居民计一千五百六十九间房屋。但是好就好在呢，提前预测到了，当时老百姓都迁移走了，当时的滑坡使长江那个波浪啊高五十四米。 当时还是长江航道断航了十二天，所以说影响非常大。先来链子崖山体的山脚下面看一看，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才能感受到在古代以前这里的危险程度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巨大无比的石头，都是从上面倒塌下来的，非常危险的、啊。 你想一想，几十吨、上百吨、上千吨的石头从上面砸下来是什么感觉？你像这些石头，有几百吨、上千吨吧。整个这个坡上啊，全是这些以前倒塌下来的，看起来都让人害怕，让人瑟瑟发抖。所以说，这个地方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。 以前这里可能还开发了，让大家参观，但是后面因为为了安全着想，所以呢还是取消了，封闭了这一块。你看看那个弄了一个小的栈道一样的。而我们眼前看到这个燕子崖危岩险情，是从1964年发现的。那么当时呢，专家学者在燕子崖开展了长达数十年的地质勘探研究工作。 所以，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二年，就对燕子崖这个防治进行论证。一九九五年，治理这个燕子崖危岩体工程正式开工。九七年，治理工程结束。当时呢，就采用一百七十三根巨型铁链锚固五万方危岩体。那么，燕子崖呢，就更加名名副其实，用链子锁住了这个。 五万的危岩体，当时花费的话大概是四千多万元，在九十年代，四千多万元是非常多的。那么从那个时候，链子崖呢就相当于比较稳固了。如果你在下面乘船经过的时候，就是在长江里面行驶的话，还可以看见链子崖上面的裂缝和当时治理链子崖留下的痕迹。 等一下呢，我们去山顶看一看。现在去链子崖山顶是一条小路上去的，攀爬上去了，在上面还能看到一些铁链，就连接在裂缝里面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山顶上面了，眼前看到这个铁链呢，不是属于治理胃炎体的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比较松，不可能能够拉住这个胃炎体。它是什么呢？就是在清朝的时候，有人修建了这个铁链。 现在是把它复建了，因为以前进出的话是靠铁链上山的。尽管说这些不是属于固定围岩体的铁链,链，但是看起来呢也有我们拳头大小，也是非常大的。那这个裂缝呢，就是我们说整个围岩体裂缝最大的宽度的话，已经五点二米，那深度呢一直基本到底部。说真的，走在这个地方也有点瑟瑟发抖。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铁链,链，是不是非常大？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当年崖上的居民进出的话是极度不方便的，确实也非常危险。那说了这么久，一百七十三根巨型铁链到底在哪里呢？现在我们去找一找。我也问了一下当地的村民，还真被我找到了。前方我们看到那个四方形的，就是巨型铁链，它现在是被水泥包住了，密封住了一样的。看。 大小的话，大概有十公分到二十公分那么宽。我也是问了一下当地的居民，才知道这个就是巨型铁链。在另外一个地方又看到了，所以说一百七十三根巨型铁链基本上就贯穿整个危岩体，非常了不起啊，非常厉害。站在这个地方，充分感受到了震撼。其实当时在治理这个危岩体的时候，还咨询过外国专家的意见。 当时外国说没有办法，只能等它自然倒塌。但是外国专家被啪啪打脸了，还是我们厉害，最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大家说是不是？链子牙治理工程充分体现中国人聪明智慧的铜墙铁壁，也可以说实现了千军铁链锁住链子牙的梦想。